这球打成了反方向的飞球扑接 again again 真的是今天可以为申浩伟做一个 nice play 的集锦了。对，正面过来的平飞球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一开始啊，球打出来的方向有影响到他判断的视线啊。嗯，哇，最后冲刺的速度跟上啊，完成美计了。